你总有一天是管不了他的。祝你们开心，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其实就是你考研这个事儿，就是我还是不赞同还有出国，因为就是我感觉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追求以后想要的生活，可能暂时的话是满足不了你，但是我相信通过咱们之间的努力吧，肯定以后能过上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。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你去创造什么样的条件，我觉得现在咱们还年轻，完全可以先去外边世界先去看一看，我没有想到那么长远的问题。你每天都会给我发微信发一些反对我的话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然后其实我真的挺佩服你的，那么小就出来打拼，可能就是追求不一样吧。我想挽留你，以后肯定好好对你。我可能就是追求不一样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回吧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结局，请开门。来。其实这个结果我也想到了，我就是感觉爱情可能就真像书上写的那样，就像一把沙子握不住。那个别看那个汤了啊，那个汤书就别看了，人生没有你想的那么绝对。孩子还爱他的话，你可以拿起微信拿起电话来，你问问他在那边做义工怎么样，你可以常关心他。人虽然不在你身边，也许感情还在，学会放手好吗？谢谢你、啊、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加油。